甲减，常见症状为记忆力减退、食欲减退、便秘、乏力、胃寒，多发生在冬季，山东多见，商业从业者多见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甲减的小针方：中煮山羊络、合谷、曲池、孔椎、列缺、通里、复溜、大中、深脉、飞扬、尾阳、光明、玄中、足三里、地基、山阴交、行间、百虫窝、气海，共20针，留针不超过15分钟，不会针刺，可以按揉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敬请关注九泉小战略。